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嚟到行止道止点睇嘅专栏嘅 video。之前嘅话系讲紧道指嘅，不过咧我而家举翻都系睇翻呢个指数方面嘅一个video，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交流嘅。咁之前咧我哋喺上一期嘅时候咧，上个星期就冇做呢个专栏，不过咧之前都系讲咗道指嘅。咁好啦，我系 Homie 嘅 Landlord 卢老师，了解更加多嘅 video 都系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咧去揾到开心炒港股，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 video 啦啊。咁免责声明啊，我哋嘅 video 咧都。所講嘅例子都係從技術分析嘅角度咧去分析嘅，不構成任何推薦建議啊，只係代表個人嘅觀點嘅。股市有風險，投資需要謹慎。我哋先回顧下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咧，我哋講咗道指嘅走勢，我哋睇下之前講嘅嗰條 video 啊。之前嗰條 video 咧應該喺6月10號嘅時候啊，我哋睇下回顧下，喺 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都可以去揾到嘅啊。翻嚟好似呢个位一样嘅，打穿浮动咗就收翻嚟，然之后咩啊？继续试呢个高位，就试呢个裂口。要么咧点样啊？直接打穿，直接第阴棍。如果星期一第阴棍收市第阴棍打穿咗嘅话咧，就到咩啊？就到呢度。咁你话有人话啦？咁你讲等于冇讲，系咪？系 嘛？有人话你讲咗等于冇讲。啊！聽你吹咗水冇用啊！你講得唔準，我唔想唔使再聽我啦。OK，你唔想再聽就你就唔聽就得啦嘛。唔係話你一定會中意我嘅片噶嘛，係咪？嗱，你睇啊，咁我係同你講就係，如果佢出現呢種情況，我哋應該點算？呢啲先係最重要嘅。啊，如果係第陰燭打穿落嚟嘅呢種情況咧，即係行到呢種加速咧，如果係行緊加速落緊嚟嘅話咧，點樣啊？佢就回到咩啊？回到呢條線嘅低位做一個支持，即係咩意思？就係佢如果係加速落跌跌翻落嚟，你就睇到呢個位，你就睇到呢個位，睇到嘛？如果佢唔係嘅，佢打穿落嚟或者話有條陽燭喺呢個位受到呢個支持嘅，你繼續做好咯，明唔明啊？係咪？個股市唔會一定唔會按照我哋嘅意願一定就咁樣行，唔會嘅。我哋所要知道嘅，你做咗預測、做咗預判咗之後，我哋需要知道，如果出現呢種情況，我哋應該點樣做？呢啲係咪最重要噶？好啦，咁到底係邊一種嘅機會比較大啲呢？所以就攞呢個資金嘅指標出嚟睇下先。所以咧，呢個時候就用開資金嘅方面啦。啱先講咗時間，講咗空間，嚟緊要講咩啊？動力嘅問題就係資金嘅問題，同樣嘅用開 Homie Chart 嘅特色指標，Homie Chart 先有噶啊，其他軟件都冇噶啊。我哋睇下 MACD 呢個係 Homie Chart 嘅最大嘅特色啦。呢個咧點樣啊？綠色係蟹啦，黃色係短炒資金啦，紅色係大户啦。所以打開我哋嘅 MACD 撳翻出嚟先，然之後咧睇下，好，我哋見到嘅就係星期五嘅呢一日咧。嗱，上個星期我哋係咪睇到呢個位啊？睇到呢個位，上星期五係咪呢度啊？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係咪？從星期三開始咧，喺貨增加，大戶減少，係嘛？即係從星期三嘅時候呢個位嘛，係咪？然之後落翻到而家喺貨星期五嘅時候減少，變成咗9.7，大戶咧減少變咗30.16，咁變成咗咩啊？喺貨減少，大戶又減少，咁邊個喺呢度揸緊啲貨啊？短炒資金，短炒資金喺呢個位出現嘅話咧，就説明佢要反覆啦。咩叫反覆？就係上落冇方向，即係要麼大升落嚟，即刻抽翻嚟，即係黃色多就代表佢唔會一路下跌，又唔會一路上升。我而家可以確定嘅就係佢唔會一直咁樣跌落嚟，又唔會一直咁樣升上嚟。我而家可以確定到嘅一點就係咁樣。所以我哋應該咩啊？波幅為主。咁點樣去做波幅為主啦？咁説明嚟緊咧，依然係點樣啊？依然係我哋要知道嘅就係呢個位係支持，係嘛？呢個位係阻力啊！呢個位係阻力，即係我哋嘅道瓊斯指數咧喺呢個阻力位呢度行緊，喺呢個支持位呢度做一個咩啊？上落啊！喺呢個位上落。
OK，呢個就係20號嗰陣咧，嗰條 video 講咗道子嘅啊。咁後邊咧，我哋去見到咧，係咪咁樣行噶？即係我哋講咗佢要喺呢個區域去上落嚟嘅。咁我當時咧去睇翻啊，呢、這個道瓊斯治所啦。嗱、啊，當時講係咪呢個位啊？睇下嘛，就係呢度嚟嘅。講係咪呢度啊？啊，講咗佢會黃金方角嘅位置咁0.80幾嗰個位咧，到咗呢個位嘛，係嘛？佢直接係第二日係收一升一係收到熔燭嘛，淡翻嚟，淡翻嚟咧，第三日嘅時候直接打穿，即係佢唔會一路上升，又唔會一路下跌吧，係咪？咁佢打穿咗之後，咪回到呢個位啊？睇到嘛？係咪嚟到呢個位啊？啱好就嚟到呢個位啊，就嚟到呢個下邊嘅支持位啊，攞下邊支持位又升咩啊？升翻嚟啊！呢個係升嘅一、升二、升三、升四、升五啊！即係當時嗰一呢一條片講咗之後咧，後邊嘅五日嘅走勢就係升升翻嚟，就係咩啊？打翻落嚟咗之后咧，到咗上个星期嘅时候咧，就咩啊？又升翻嚟啊！又升翻嚟。咁升翻嚟咗之后咧，而家嘅走势啊，而家嘅走势啊，可以睇到嘛？啊，而家系走势。咁而家嘅走势嘅话咧，我哋要注诶，嗱、哎，哦呢度嘅嗰个诶、哎、，sorry 啊，有个数据咧要下载下。我哋睇翻嚟呢个位嘅话咧，我哋需要注意下。等啊，我用开嗰个 Google。俾我睇下啊，道瓊斯好啦，睇下先啊，嗰、那個下載緊先，呢、這個。睇下佢嘅嗰個日線圖，咦？啊先啊，因為咧，其實點樣講啊？喺前面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 video 入邊咧都講咗佢走勢嘛，記唔記得啊？咁我哋分析嘅時候咧，我哋知道個市係點樣行咗之後，你操作嘅時候咧，指數方面如果差啲嘅話咧，就會去睇咩啊？正股啊，正股，上次讲咗啲正股嘅话，唔知大家有冇去关注下，都系属于佢系标的股，佢系比较有价值嘅。罗斯所讲嘅啲正股嚟讲咧，佢通常系咩啊？系比较有即系价值嘅股嚟嘅啊，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下。诶、哎、，sorry 啊，等先，佢下水紧。咁睇下啊，上个星期嘅呢个系道琼斯嘅嗰个工业指数，去睇翻啦啊。呢、这個係7月2號，哦，星期五冇開市嚇，星期五冇開市，唔記得咗添。咁啱先個數據冇錯㗎啊，啊呢度係嘛？呢、这個係當時佢嘅走勢，咁跌到呢個位嘛，跌到佢嘅支持位附近啦，然之後咧又收翻嚟到呢度，啊呢個位嚟嘅，依然喺呢個區間啊，喺呢個區間咧去上落嚟嘅，呢、这個係佢嘅走勢。我哋睇翻嚟咧，我哋一樣。用分析嘅方法咧，依然系咩啊？依然系我哋嘅资金加埋空间去睇嘅。啊，当然啦，都可以从时间嘅角度咧，上个星期咧系讲咗时间嘅角度，即系斐波那契数列咧去睇咗嗰个变盘嘅日子。咁空间嘅问题咧，我用黄金分角落咧就去睇到佢空间嗰、那个重要嘅支持阻力嘅。咁今次咧我哋就唔用黄金分角啦，今次咧我哋用筹码分布咧去睇一睇佢嗰个堆积率比较多嘅。筹码喺边啲位置咧，做我哋一个支持阻力位嘅作用，好吧？佢马上就好啦。因为咧，指数方面咧需要注意嘅就系、是，大家需要注意，譬如话恒生指数系咪，或者上证指数，喺呢排佢做得好嘅时候咧，咁佢走得好嘅时候，佢系属于所有股票全部升得好嘅导致嘅上升啊，定系一部分大股上升拉动个股价，拉动个指数上升嘅咧？大家就需要去睇清楚係邊一種啦。譬如話恆生指數咧，呢排係咩啊？係部分大股拉上嚟嘅，但係咧唔係部分大股升咋？二三線有啲部分大股咧都係升緊噶，所以説明係屬於普升嘅行情啊。咁啊，上證咧就唔同啦，上證係屬於券商同埋咩啊銀行去帶動嘅，特別係券商。但係券商佢持續嘅時間可唔可以好長咧，就唔一定啦。佢係屬於板塊輪動嘅一個走勢嘅。吓，呢个系一个区别咯，吓，所以大家去操作嘅时候咧，需要去关注呢啲嘢啊。
睇下啊，呢个系佢嘅一个走势，而且大家注意下道琼斯指数咧喺前两日嘅走势入边咧，你睇喺前两日嘅走势入边咧，佢系呢啲系咪一条升上嚟嘅竹线啊？佢系咩啊？佢系注意下，佢系升嚟升咗少少，系咪？系一条假嘅阴烛嚟嘅，假嘅阴烛啊，假嘅即系收市价系低过开市价，但系咧收市系高过前一日嘅收市价，所以系一条假嘅阴烛。说明佢比起前一日系升嘅，但系佢系咩啊？佢系即系当日系跌嘅，而且缩量嘅，系嘛？系缩量嘅，说明嗰、那个力量咧，即系市场嘅嗰个气氛咧，即系人气啊，有所减弱啊，有所减弱。好嘅，睇下先，去咗边度啊？OK，佢已经出嚟啦，打开下。嗱，呢个系道琼斯指数嘅一个走势啦。咁我哋咧去睇一睇佢嘅嗱，呢一条系咪呢一日有好长嘅上影线啊？睇嘛，呢个佢冇咗前面呢个裂口哦，说明好友咧推上去，被抌友咧打翻落嚟啊，打翻落嚟，最终咧系抌友占优嘅吓，抌友占优嘅一个走势嚟嘅。咁好啦，睇一睇筹码分布嘅情况先。我哋用开O candle 啊，O candle 先。O candle，然之后咧揿翻筹码分布出嚟，筹码分布出嚟咗之后咧，选择从因为呢个系一个高位，一个高位选择前面呢个高位，到而家嘅吓，少咗一条，揿翻呢个位，到而家嘅，哎呀，好啦，OK，嗱，你发现咧嗱，前面打穿咗呢个位嘛，前面呢度系咪打穿咗呢一条啊？打穿咗系嘛？然之后咩啊？落翻到呢个位之后咧，呢度有一个支持位啊，呢度有个支持位呢度。然之后点啊？升翻嚟，升翻嚟系咪？升到呢个位，有冇过到啊？阴烛嚟噶，所以落翻落嚟啊，落翻落嚟，落翻落嚟咧，佢一条假嘅阴烛哦。但系咧佢喺呢个支持区域呢度啊，系嘛？咁会点样咧？嚟紧会点样咧？嚟紧系落翻落嚟啊，定系即系打穿呢个支持啊？定系收上去咧？就需要一条阳烛咯。嗱，佢而家系咪呢个支持区域呢度啊？卢老师经常同大家讲过，卢老师都经常同大家讲嘅就系、是、支持位附近嘅时候咧，必须要有阳烛去咩啊？去收住佢。嗱，譬如我呢度，嗱，升上去打到支持系咪？又升上去打到支持系咪？升上去啊？打穿咗啦！哎呀，点样啊？就会咩啊？喺呢个位落紧下一个支持，弹翻嚟收咗阴烛又咩啊？回翻落嚟，回翻落咧。咁有冇阳烛去确认咧，或者有冇阴烛去确认咧？如果星期一系阴烛嘅话咧，有咩啊？又打翻落嚟啊！如果咧收咗阳喺呢个位支持住啦，OK，又会上翻嚟啦。啊，呢个系一个喺重要嘅支持位嘅作用嘅位置咧，就必须要睇有冇阳烛去确认到呢个位置系有效嘅。吓，呢个系我哋所讲嘅。道琼斯指数星期一系比较关键嘅啊，如果系打穿咗啦，哎呀，佢又落翻嚟下啦，啊呢个系道指嘅一个走势啦。咁睇下资金方面咧，睇下 MACD 资金方面啊，资金系支持佢升啊定系跌嘅？首先咧，我哋睇下啊呢一日嘅资金咧，嗱呢一日喺货咧系5.2%，大户咧系28.8，比起前一日咧吓，比起前一日咧，喺货系几多啊？系5.7几，27.07嘅大户，资金，咁说明佢咩啊？大户系增加紧嘅，喺货系减少紧嘅，说明佢其实系有动力嘅，说明佢其实系有动力嘅，只不过当日嘅时候咧，抌有咩啊？打翻落嚟，上面有阻力啊嘛，上面有阻力，佢压住佢，佢补到呢个裂口之后咧，就打翻落嚟啦。咁说明咩咧？说明佢有支持又有资金咧，嚟紧要应该要收容先系比较正常嘅吓。如果嚟紧收容先系比较正常嘅，但如果唔正常咧，哎呀，如果本来应该收容嘅，佢反而收到阴咧，就要小心啦。本来应如果本来个市应该升咧，佢反而跌咧，就会大跌，或者会比较风险比较大。但如果嚟应该跌咧，反而变咗升咧，就算美国市变成咗咩啊，加速，O 唔 OK 啊？呢个系有少少能理解啊，因为市场就系咁样嘅。本来咧，佢按照资金又有啊，又有支持啊，应该升嘅，但系佢反而跌咗咯，咁说明佢打破咗呢种平衡，佢就变成咗加速嘅咧，变咗一个大跌，明唔明啊？所以星期一咧比较关键，正常应该系阳烛。
喺呢度支持住佢，因为我嗱，哎呀，欧洲股市跌咗咯，会唔会影响啊？会影响，会影响。呢、这个正常嚟讲系有影响嘅，冇错嘅。咁说明佢有跌嘅呢种机会喺呢度。但系咧，最终系点样啊？最终系点样咧？要睇佢嗰日嘅走势啦。嗰日如果系高开低走，碌翻落嚟系下跌嘅，咁说明咩啊？说明佢曲形都系跌得比较多嘅。咁如果系低开高咗啊，高开高咗啊，用足。OK 啦，咁说明佢咩啊？正常系往上嘅一个走势，O 唔 OK？呢个就系道琼斯指数嘅一个走势嘅判别，就系咁样啦吓。呢个系短期嘅一个走势嚟睇嘅，大嘅走势嚟睇嘅话咧，即系从周线图啊，定系同周期从少少嘅话咧，你睇佢周线图咧，其实佢已经点样啊？嗱，睇下周线图咧，我哋发现咧，佢系咩啊？佢其实系喺呢个支持位之上嘅啦嘛，同埋呢个支持位呢个位啊。即系横咗，升到呢个位，一二三四，连续四周喺呢度横紧，系咪？横行紧啊，打翻下边嘅支持位，又上翻嚟，打翻个支持位又上翻嚟嘅走势嚟嘅。但系咧周线图咧，大户系咩啊？系增加紧啊嘛。有人话，呢周都系大户增加，点解下一周又跌紧啊？系嘛？咁呢一周而家又增加紧啦，系咪呢一周又系跌紧啊？有呢个可能性，但系咧都唔惊点啊，因为佢会有上落嘅波幅啊嘛，佢有上落波幅啦嘛。如果系先掂到支持，你就做好咯；如果先掂到高位阻力咧，你就做冧咯，就咁咯。呢个系一个周线图级别嘅走势嘅。唔知大家唔知我讲得明唔明啊？就系咁样嘅。呢个系道琼斯指数，包括我哋当时讲咗啲正股咧，譬如当时嘅啲咩股啊，我哋讲咗 Bilibili 记唔记得啊？当时讲咗拼多多同埋 Bilibili 嘅啊，睇下拼多多，睇下先啊。拼多多嘅话，当时讲咗呢个位系阻力嘛，当时讲到呢个位系有个阻力嘅，大户系减少紧，系咪？当时喺呢个位嘅时候，我哋睇下，选择一个短期嘅一个周期啊，睇翻嚟啊，你睇前面呢个位嘅时候，即系五个交易日，一二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就当时讲嘅时候，应该喺呢个位吧，喺呢度嚟嘅。讲咗呢条巴比下边嘅墙咧，收阴烛嘅话咧，就会回啊，系咪回翻落嚟啊？系咪回咗啦？回咗之后咧，佢受到支持位收咗阳，睇下嘛，收咗阳又咩啊？又翻嚟咗，翻嚟咗咧喺呢个位，但系会减少紧咯，睇下嘛，减少咧又唔跌穿呢个位，说明佢仲支持住，有冇阳烛先？有阳烛继续升。继续升，达到嗰个阻力位又落翻落嚟，然之后咧收咗阳咧，又上翻嚟，而家就系受到呢个支持位啦。而家88.4就佢支持位啦，持有嘅状态嚟嘅。咁好啦，呢、这个系拼多多，咁嗰只 Bilibili 嘅话咧，睇下嗱，当时讲嘅时候啦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前面呢个位嚟嘅，嗱呢度讲嘅时候系咪呢度啊？即系当时升紧系咪？大户系咪减少紧啊？有问题，回一回先。会一回受到支持，有冇等佢收阳就升翻嚟啦啊？等佢收阳啦，OK，升翻嚟系咪？升翻嚟，但会又减少啦。呢日嘅最低价好重要啊！然之后咩啊？又收咗阳，支持住佢，又继续咩啊？继续升，继续升吓。佢、啊、升咗之后咧，到而家点啊？升紧嘅话咧，下边有个支持位喺边度啊？最近嘅一个就系48蚊嘅位置咯，就佢、是、支持。下边一条咧就系46.8嘅位置系佢支持位嚟嘅，当然系有货就持有嚟嘅。咩时候先要走啊？当上面嘅阻力位比下边，相上面嘅嗰个蓝色嘅筹码比下边呢啲都长咧，收阴就走。而家未，而家未啊。OK，呢个就系啲美股方面嘅。Disney 咧，Disney 当时都讲过一只 Disney 嘅嗰个走势啊，唔记得啦。Disney 系咪呢个？系。Disney，讲一讲，Disney 嘅话咧，我哋睇下，从嗰个高位到而家嘅你睇，佢系回到呢个支持位啊，回到呢个支持位附近啦星期五嘅时候收到一条咩啊？星期四嘅时候收到一条高开低走嘅阴烛，唔系几好啊，而且蟹货增加，但会减少系咪？所以嚟紧佢回一回先，回到支持位收咗阳啦，先会升。如果唔系咩啊？又落翻到下一个支持咯。呢个系 Disney 嘅，好啦，呢、这个系美股方面，恒指咧，我哋寻日嘅嗰个下周点睇，其实已经讲咗啦啊，已经讲咗佢嘅下周嘅走势嘅点样睇，已经讲咗啦，我就唔再
重複啦，啊，即係你注意一下佢嘅支持阻力位就 OK 啦，啊，呢個係佢嘅走勢。A 股方面咧，大家可以睇下 A 股方面咧，上證嘅走勢啊，上證走勢咧咩啊？哇，一棍好犀利係咪？打穿咗呢度係吧？即係將呢個位都直接打穿咗，前面有一個蝕形咧，佢直接咩啊？往上衝上去。打穿咧就跌得好多，上穿咧就咩啊？就升咁多啊！马上到咗目标位啦，第一个目标位几乎要到啦，第一个目标位几乎要到啦。而家上升嘅嗰个熔棍咧，系咪越嚟越细啦？嗱，一条好长系咪？呢条变细啦，但系咧系光脚光头嘅阴诶熔烛嚟嘅，非常之强劲嚟嘅。所以其实星期一嚟紧咧会冲下先，冲下之后有冇收熔就唔知啦。冲下之后如果收阴咧，佢就会啦啊！呢个系佢嘅走势嚟嘅。呢个系上证嘅一个走势图啊！你注意下呢条巴系咪比下边都长啦？所以嚟紧注意，如果收阴咧就系短期高位啦啊！如果收咗阴烛就短期嘅高位，可以先走走，等佢回一回来之后再寻找佢嘅支持，再去收用买入咯，就系咁样。呢个系上证嘅一个走势吓。点解讲上证咧？因为佢同恒指咧其实有影响嘅。因为恒指嘅话点样啊？嚟到呢个位嘛，佢都系由呢啲大股托上去嘅。但系我哋发现700啊、300啊，特别300咪开始回啦。所以其实喺呢个位嘅时候咧，佢冲击呢个阻力嘅时候咧，你睇呢个阻力，呢、这个阻力位哦，啱啱到达呢个阻力位，上面仲有一个阻力位咧系几多点啊？系2255啊，25,522点嘅位置咧，系佢嘅阻力位嚟嘅啊。系佢阻力，咁呢个阻力星期五嘅时候啱啱过咗，唔系好强，所以嚟紧嘅话咧要注意下，如果嚟紧佢系高咧就系阴烛咧，佢就先会啦。嗱，如果嚟紧系咩啊？系阳啊，系好嘅，就继续咩啊？继续系升嘅。咁然后啦，咁我到底应该点做啊？啲正股点算啊？咁你需要咩啊？注重啲正股入边大户系增加紧嘅。大户只要系增加紧，你唔使惊噶。大户都落紧嘅，都唔好嘅啊，或者啲落后升得好少嘅嗰啲股咧，你就要咩啊注意一下啦。譬如话你睇，有人话老师啊7-8-8啊，呢排好多人问紧7-8-8记唔记得？因为佢升到两棍啊嘛，一升两棍啊，呢股票可唔可以入啊？就系咁样，睇下先啊。首先我哋知道咧，呢股票咧一路下跌咗之后，喺货系咩啊？系减少定系增加？喺减货系增加，系属于正常嘅，即系落紧大户都喺货都。增加緊係正常嘅，咁說明呢個位係屬於超跌反彈嚟嘅，係屬於超跌反彈，唔係屬於主升浪啊！注意下呢個超跌反彈。有人話值唔值得搏啊？如果你要搏咧，只能係短炒嚟嘅，只能夠短炒啊，短炒炒短線嚟嘅啊。如果係我咧，我就唔會去操作呢啲股票。如果係我咧，我通常會咩啊？呢度你睇喺下邊度啲蟹係咪減少緊啊？系属于快速嘅减少紧嘅啊！如果系我唔会搏嘅，因为呢个阻力位系1.65，而家系1.56，得几多啊？1毫子有冇10% 啊？冇，10% 都冇。我唔会去咁样搏嘅。当然啦，有人话咁我先试下10% 我都 OK， 咁就试下咯。你去小注去试，但系要注意下有个咩啊？有个防守位。需要注意喺一个防守位嚟嘅，防守位嘅位置咧，可以呢条阳烛嘅最低或者一半嘅位置都可以做一个防守位咯，咁样就 OK 啦嘛，咁就 OK 啦嘛，咁样粉抽翻嚟咗之后咧，如果收阴佢就会噶啊，呢度要注意一下，上面最大嘅阻力位就系1.66嘅位置啊，1.66嘅位置，升到呢个位阴烛就落翻落嚟，升到呢个位阳烛就过去啦，啊呢度要注意一下，呢种情况通常就系短期嘅，短期。抽翻嚟，为咗讲咗啲蟹货用嘅。如果啲蟹货听话都冇咗啦，后期呢只股票就容易操作啲啦，就会比较好操作啦。吓，呢度要注意下，呢个系夹得下好多人问嘅。同埋咧，嗰只2342啊，我都要讲一讲，因为之前讲过佢系大户出货嘅股票，系咪？系咪大户出货嘅股票啊？但系咧出咗，大户都冇走晒哦，系咪？又翻嚟，又增加咗啦。当时喺呢个位嘅时候，同大家讲过啦，喺呢个位嘅时候都讲过啦。你如果想买咧，其实都冇咩钱赚嘅，就呢一棍咯，就6% 啦。呢排个市升得咁好，好多嘅股票都升非常之多。你呢只股票升几多啊？好多股票升20%噶，但系你呢只股票升几个%啊？10%都冇，系咪？咁好啦，
住下嗱呢个位嘅时候咧，佢已经突破咗呢个深局啦，突破咗呢个深局咧，大户系增加系咪？你睇以前住下佢以前啊。呢、这个股票有俱乐部，你睇下，以前嘅时候咧都有经历过咁样嘅情况咧。呢、这个位系嘛？嗱呢、这个位啊，系嘛？突破咗，住突破咗嘅时候，大户系咩啊？连续增加嘅，所以佢咩啊？就升上去啦，就爆升上去啦。前面呢啲位嘅时候咧，嗱都有睇嘛，系咪呢啲深局啊都被突破咗之后，大户系增加上去噶。咁呢次咧住下，呢次系点样噶？你住啦啊！呢次咧。减少咗，突破咗嘅时候，大户嚟紧可唔可以同以前咁样一路增加？如果嚟紧你关注到大户系连续增加嘅，咁恭喜你，呢、这个股票就会好似之前一样。但系如果嚟紧，哎呀，升下之后咧，就咁样落翻落嚟，然之后大户系一路即系拉高走咗嘅话咧，你都会跟住走啊，注意下，所以一定要睇住嚟紧个大户系咪可唔可以继续嘅增加。如果可以，加住。啊！如果唔可以咧，咁就要小心啦啊！因为必须，所有嘅上升必须系有资金去推动嘅先得噶啦。所有嘅上升如果冇资金去推动系假嘅，就系呃人入场噶。啊，所以呢度嚟紧要关注呢度可唔可以？好啦，呢个系我哋今日同大家去交流嘅，同埋加埋讲咗啲股票嘅情况啦。咁咧嚟紧大家觉得呢个 video 觉得有用咧，同埋觉得有帮助咧，去 share 俾朋友一齐去收睇嘅，同埋咧去发送声明加软件或者课程咧，到我卢老师嘅助手咧65616163咧，就去了解更加多嘅啦啊！即系可以去了解呢个系统系点样啱唔啱你用啊？啲课程可唔可以学到啲大户云族出货同埋建仓系区别噶？同埋有啲人话嚟唔到课程咧，咁你就可以预约呢个一对一，呢个系一对一嘅课堂表啊，即系去啲时间段啊嘛，10点半开始啊，啲时间段都可以去预约嘅，睇到嘛？啊呢、这个，呢、这个唔系第七期，呢、这个已经系第十一期啦，呢、这个写错咗，十一期啊，呢、这个系我哋嘅即系一对一嘅。如果你嚟唔到呢个课程嘅，就可以参加呢个一对一嘅，可以嚟到我哋嘅湾仔现场，好吧？多谢大家嘅收睇啦，希望佢对大家有啲帮助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